阿底瑜伽跟阿努瑜伽跟马哈瑜伽。所谓马哈瑜伽，就是一位瑜伽。什么是一位瑜伽呢？你已经跟本尊相应了，你跟本尊相应以后，就跟本尊一位。那么这个一位啊，就是绝对。没有二了，就是一，叫做一位。那你呢？讲出来的话就是咒语。你自己就是本尊，就是手印。你的一举一动都是手印，那么你的念头跟本尊的念头是完全一致的，这个就是一位。你住的就是宫殿，你的眷属都是菩萨，你的来往的朋友亲戚任何一个人都是菩萨。你本尊相应以后，你的生活一切你所看见的听到的就是咒音，看到的就是菩萨。你的念头完全都是本尊的念头，这就是马哈瑜伽。